也吃的蛮好的，比家里生活好的。看到他们太辛苦了，然后我们就过来帮他，自发来的帮他们把那个东西给拿过去，监察他们一下，他们的他们太辛苦了，是吧？待遇真的是很感谢政府，真的让你们开心了。然后这大白也都非常负责，兢兢业业的。昨天有个小姑娘，大白累的，她说一整天她都没有喝过一口水，我们听了以后都心疼。真的，虽然我们都叫不上任何人的名字，真的感谢你们，非常感谢。